个人攞起圣杖，有啲出名陌生都嚟逼咗人嚟行出边望。啊，天空镇啊，天空镇系其实加拿大嘅1964年一间嘅好著名嘅你有講喺嗰邊人啊？加拿大嗰邊有最出名嘅啤酒啊、芝士嚟。落水喎，大佬。落水。啊，未必行下 shopping mall 先啦。新年快樂！